北港西社区大学七号的新港国中活动中心举办106年度秋季班学习成果展，甲107年度春季班课程的博览会，吸引将近千名的学员甲大和美地区的乡亲热情参与。有21个动态的展，那有24个这个静态的展，这都是在这半年里头，我们2200人次的这个学员呢，他的成果。让一些妇女也好，各位朋友也好，来学习，好像第二春的活动一样，学到拢真好哈。啊，每年的成果展，咱来甲看吼，行一年啊看卖，那大家物件的成果真的不简单了哈。所以这个活动是非常的好。美港西社区大学学员是以动态表演加静态展示，呈现学习的成果，透过课程推广加传承，影响在地文化。发展出地方特色产业，丰富社区人文素养和生活美学，推广社区自然生态特色和特有的人文景观保育。107年的春季班要对正月十五到3月初5受理报名，欢迎大家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。公益频道林俊明新港采访报道。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